来自北京的成都高语的川日华短节目的表演结束。他们配合不到一年的时间。但是整个感觉还就是按照一年的时间这个看。已经是很不错了，以后应该会很有发展。对，很有发展。嗯。特别是他们的这个配合呀，包括他们的表现的欲望。对。 女伴儿成都虽然年龄很小，但是她确实在表演起来却很放松。对，她的每一招。这个双人滑就是女伴儿要稍微的硬实一点。对，不能太软。那一刚一柔，她必须要表现出这个女性的这个美。对，在这个双人滑的比赛当中。嗯。 确实，我们国家因为双人滑水平呢是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，在奥运会上，在世界锦标赛上，像陈雪、赵宏博呀、张丹、张浩啊、庞婷、佟健呐，这都是高水平的。那么要这些下一代的这个选手要接上他们，确实也是需要一段时间。因为我记得好像是陈雪、赵宏博在96年之前，他们开始包括张丹、张浩都是96年亚冬会第三届亚冬会的时候开始，在一起配合。 在这之前，他们也是配合的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刚刚，对，初级比赛，那会儿张丹也就像这个，也就这么大，对，很小。他们配合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啊，将近比赛训练将近了10年。是。技术水平是23.84。技术水平是23.14。该队选手。